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几点了？没办法，刚才我去买礼物啊。买给你朋友哈、哦？没有了，我买给我爸爸。哎，你们不知道明天是父亲节吗？哦，父亲节哦。哦。叫你买什么给你爸爸？哦，因为爸爸喜欢听古典音乐，所以呢，我买了一套欧洲的古典音乐 CD 给他了。哦，古典音乐也不错啊。嗯，像我爸爸喜欢，喝酒。哦，那我会买威士忌给他。嗯，威士忌。哎 ，David， 那你呢？我爸爸。嗯，我爸爸喜欢找女人，应该是找女人给他。你们需要这样夸张吗？开玩笑好吗 ？David 啊，不好笑 ，OK。哎，我的腰闪到了，帮我叫救护车。别管他。